一直拿酒，其实手还酸啊。像我在跟我妹轮流着拿。米奇爸爸开始导览了。哎、欸，这好酷哦！就是让小朋友来玩一些这种。小朋友怎么会？这小朋友恼羞吧？不会啊，你才会恼。小朋友不会恼羞吧？对啊，是你才会恼羞，好不好？这很酷哎！啊，这就是千年积木那种啊，你可以拼出来吗？拼出来你就被附身了，对，你就有第二个人格了。对。这个还没吃完。啊，恼羞了，太难了 ，easy 版。这看起来好赞哦，这个地方。锁匠竞技场哦。他们说最后冠亚军要在这里打。开车高手哎。开车高手，我听到关键字了，开车高手。开车，开车。真的吗？你看到我一次，你看到两，你再看到我一次。现在要靠双手走完这个轨道，这个超难，这个超级难。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。哎，很难吧？哦，还会翻车是不是？对。会要玩。好玩呢，好玩呢。它还有别那个。这个更难。那个更难吗？我觉得你先挑战简单的就好了。简单的有没有太羞辱你的感觉？看一下。好，球在球中间飘。对对对，啊，你要靠你的双手把它走完。这个没守住哎，你没了，你这样就没了。这样不行了吗？这样要阿姨了，对。阿姨了，阿姨，阿姨。他不给拿出来。没了，又没了，真的很难哎！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太简单，以后再回答我。那个你第一关就过不了了，我刚刚试了两次，直接果断。我也不行。OK。要放进去。慢点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效果，效果，有成功，成功了，冷静一下，有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，哎呦啊！还有这个最难，最难，最后一次应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慢，啊，过去了，完了，励志四桥版，哎、欸，这有分 IQ 的、欸，我先从一百一。这能算吗？哎、欸，有可以过关，是 IQ 一百一，你不要啊，你挑战 IQ 一百五的。你来，我们一人一个。说明他最高智商 IQ 一百五，那一百六就是一个拼不出来，让你辨认出他其实是拼不出来的。真的不容易耶，发挥想象力。他们在挑战一百五的智商。我觉得我快成功了、啊。很认真的三个人，你们还在挑战一百五哦？我们不配拥有一百五，你知道？我至少保底一百一嘛。这样子、啊、好像是哦。这样我会变成最聪明的那一个，那太难了。你只甘愿一百一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已满足，为人不贪心。两个人加起来，如果一起拼完，就一人分七十五。对吧？这样他们就会荣获75+75的智商，可以。自己爽。默默在挑战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随便拼看哪个。看可以抽到哪个图案有没有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啦，快接近了。有没有？直接进化120。他要拼的不是那个，结果突然不小心拼出来了。乱拼。87%，87%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我觉得总觉得好像不太一样。不然这两个换了，哎、欸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我把你弄一个弄不回去了，怎么办？你先看一下现在这个图形上面有没有，好不好？你要拼出另外一种，好不好？没有哎、欸。
哦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要87%了，140，140，87%，这个很会让人家很气，很想要完成。对啊，對一人买一个回家了。回家兼职。对啊，去买了啦。我们这里玩超久哎、欸，超耐玩的。四个木板，我等下回家就。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你会买回去种吗？哦，但是我一般都会种蒜。其实我可能要问他哪一个最耐种。仙人掌怎么样？我仙人掌也可以种死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反正种遍了各种，然后最后买了一个像这种东西的，啊、然后呢，就它就这样小小的、啊，然后我毕业前我就把它给我外婆，然后我就出国，就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上礼拜去看那个还在哎、欸，而且它已经分成四五盆哦、喔。那你外婆很厉害，外婆养的孩子管不一样。值得。这小孩感觉来到什么都会说爸爸我要。可是这个你又不能玩，你只能看它而已。也是啊。对不对？嗯。你只能看又不能玩。米奇耶，米奇，米奇，当宝，米奇怎么在里面？米奇，这是我的家呀，开玩笑，好可爱啊！还有我的邻居跟朋友，真的，好可爱哦！这里真的很 Q 哎、欸，我在拍婚纱，哇，真的耶，大热天拍婚纱，超累的。好像快走完了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好香哦！这是室内芳香的吗？嗯，我们有不同的品项，我们有扩香、有精油、有喷雾、有口罩香氛笔、香氛蜡烛。我想买家里的那种扩香。可是家里如果太通风，我就是都会飘散。其实神木跟玫瑰都是有一样异曲同工的效果，它就是放松。好、哦，放松的话也是相对它就可以帮助你的睡眠。没了，结束了。那我就要回家了，我要去上班。那好啊，我们先关喽。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拜拜